往东了。谢谢令狐师兄。穿衣服，赶紧走。好。小心！你受伤了。我缠着他，你快走。逞口舌之力的小子，受死吧你！华山剑法，不论华山衡山，都是你这淫贼的死对头。就算是华山派掌门岳老头，也不是我的对手。原来你是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。不用管我，快去衡山城找人。大笨蛋，快走！你在这儿，我使不出华山派最精妙的剑法，杀了这个淫贼。我小尼姑还未与我就地成亲，舍不得走。大笨蛋，快滚啊！令狐师兄，你坚持住，我去找师傅来帮你。你叫声爷爷，我就不杀你。要杀就杀，别废话。敬你是条汉子，给你留条活路。你以为衡山城就能吓住老子吗？我偏偏要在这儿将小尼姑就地正法。小美人儿，你可是让我找的好心。你把令狐师兄怎样了？令狐啊，当然是手起刀落。你，嘿，走吧。你居然能够自己冲破穴道，有点能耐。四怪的内力不受刺激，应该不会作乱。你若与他人动手，切记真气一定要绕开他们。
说你为了一个毫不相干的小尼姑，不顾自己的性命安危，好汉子，田兄好刀法。来，来，敬田兄煽动不杀之恩。哎，不过啊，我有一事不明。你说，你明明知道武功不如我，为何在山洞时，你不等我与小尼姑洞房花烛之时，再进来朝我的背后刺上那么一剑呢？那衡山派的师妹不是便宜你了？再说了，男子汉大丈夫，赢就是赢，输就是输，背后偷袭这种事儿，我令狐冲干不出来。令狐兄果然光明磊落，田某，我叫你这个朋友，来。哎，田大有我越女无数，今日是首次动情，春宵一刻值千金呐，告辞了。哎，非逼我动手是不是？哼，令狐兄弟。我敬重你，是你的豪气胆识，可真不是你的功夫。站着打，我打不过你；这坐着打，你护住我。哎，不瞒你说，我小时候腿上得过寒疾，有那么两年，是坐着练刀的。你不如我的。两年，你才练了两年，我整整练了18年。啊！哎，华山竟有如此精妙的剑法，天某倒是孤陋寡闻了。哎，非也非也。就是我呀，每天早上练功之前，在茅厕里蹲着，好多苍蝇飞来飞去，我就拿剑戳它，不知不觉，自悟了一套剑法出来。好你个令狐冲，我把你当朋友，你却把我比作那茅厕里的苍蝇。好，那我便领教领教。嗯，什么人？鬼鬼祟祟的干什么？塞北冥陀穆高峰，是你什么人？穆大侠，是我长辈，你还不赶紧放了我！五岳剑派跟穆陀的素无瓜葛，他人呢？他老人家，多半又去行侠仗义去了。穆陀的人品低下，不顾信义，为江湖之人所不耻。倒会替他吹牛皮呀！啊！天门道长，总在背后嚼舌根，就不怕闪了舌头？哼！穆陀子，你那邪道中人，难道还要贫道夸你不成？乖孙子，这马屁拍的爷爷很受用啊！穆高峰，你果然心狠手辣，连自己的晚辈都不放过。好说好说，说不奉陪了。那刀剑无眼，伤了和气。哎呀，你个滑头小子啊，是怕打不过我，故意找的这根木棍吧？行，索性我也没有心想要取你性命，啊，就依你。哎，慢着慢着慢着，柚子，不是，咱俩这是比武，
比武就得有规矩。这样，咱俩谁屁股先离开凳子，谁就输。好，行行行，全都依你，行了吧？哎，等等等等等等，又怎么了？输了的怎么办啊？输了我就拜你为师，行了吧？你拜我干嘛呀？要拜你得拜他。哎，但是不能有无礼的举动啊。我，行，都依你，行了吧？嗯。令狐兄弟，不行，咱俩今天就算打个平手，收手吧。哎呀，放手，放手，放手。你个小滑头，啊，险些上你的当了。说你输了，你输了。哎，我说，你如此狼狈呀，为何说是我输了？咱俩今天怎么说的呀？谁的屁股先离开椅子，谁就……哈哈哈师兄，依林小师傅，恭喜你收了位高徒啊！啊，拜师啊！想来账啊？拜就拜。师傅，受徒儿一拜。言而有信，是条汉子。你这朋友我令狐冲交定了。哎，又怎么了？刀？什么？刀？今日真是晦气，改日到华山找你喝酒去。小子，你干嘛要冒充我的孙子？晚辈素闻塞北名陀木大侠最喜急人所难，扶危解困，一直好生仰慕。哼，真是胡说八道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何门何派？晚辈姓林，并无门派。听说扶危镖局一夜之间被人灭门，只跑了一个小子，
叫林平之。乖孙子，还想欺瞒爷爷吗？晚辈无意欺骗。你顶着老子的名头到处招摇撞骗，这事儿怎么算？我交出辟邪剑谱，我不但不怪罪你，还帮你报仇，如何呀？晚辈求之不得。哼，你这小驼子倒是识趣儿。穆大侠肯帮晚辈报血海深仇，请受林平之一拜。是穆兄，多年不见。我管教自己的孙子，碍不着你们华山派吧？穆兄啊，那你看你是自己走的，还是岳母送你一程啊？没想到堂堂的君子剑，如今觊觎起辟邪剑谱了。走了。多谢几位出手相助。岳伯父，岳伯母，平之啊，你来得正好。这是朕南兄写给我的亲笔信，你拿去看看吧。若早知有此大难，我便应该亲自前往。真是愧对了真南兄啊。晚辈糊涂，错怪华山派，还连累了灵山师姐。山儿，她怎么了？师姐吸引了嵩山派的注意力，我才得以逃脱。嵩山派现在还没有撕破脸皮，然而不会怎么样的。平之，起来吧。求岳伯伯收我入华山派门下。我此时收你为徒，那边落了别人的画柄，此事还是容后再议吧。岳师妹，还不知道师妹法号啊？我叫夷林。
前华山也有很多萤火虫，我总是抓很多，放在袋子里，挂在小师妹床头，这样她才睡得着。令狐师兄，想必是十分喜欢这位小师妹，你们的关系一定是极好的了。怎么了？小师妹喜欢的并不是我。给。谢谢。二姐，干嘛不直接下毒？寻常毒药骗不了高手，只有这十香软禁散，无色无味，不易被察觉。哦。可找到林平之吗？岳不群横插了一杠子，把人给抢跑了。岳老儿贪得无厌，自己吃肉却不让别人喝汤。吴越高手集结于此，我不便现身，不如在他们回华山的路上拦住他们，抢回剑谱。好，明日静观其变，将这团浑水搅得越浑越好。最理想的就是五岳内部拼个两败俱伤。见过岳掌门，师傅啊，一直念叨您老人家，快里边请。行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山儿，叶师妹，山儿。岳掌门心知肚明，丁某在此恭候多时了。姓丁的，你还要不要脸？欺负一个女孩子！林平之，你身为嵩山派弟子，混在华山派当中，还不滚过来！平之，你是何时加入嵩山派的？一路上，他们对我威逼利诱，我才假装拜师，好伺机逃走。林平之，你敢欺师灭祖！丁兄，此事与小女无关，你觉得呢？少爷。
不群，你打定主意要和我们嵩山对立吗？你此话差矣，平之是故人之子，岳某应当全力保护他。林平之，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你承不承认自己是嵩山弟子？求岳伯伯，求您看在先父的面上，收平之为徒。爹，小林子身世可怜，孤苦伶仃，您就收了他吧。师哥，你若是不收他，平之难免要落到奸人手中。镇南兄，你泉下安心，岳某定会把平之培养成才。谢谢您师父。令狐师兄，你和你的小师妹从小一起长大，一起练剑，她自然是喜欢你更多。她刚结识福威镖局的林少爷，又不了解她的品性，是不会当真喜欢她的。小师妹第一次看见林平之时的眼神，是我从来没见过的。林少爷人品、相貌、出身样样都好，甚至和我师父都有几分相似，我跟他比更是差了十万八千里。小师妹会喜欢他不奇怪，等你见到他就知道了，也许你还会喜欢他呢。我不会喜欢他的。小师妹虽然和我一起长大，但是现在想想看，他一直都只是把我当大师兄看，总是觉得我太过胡闹轻浮，不像师父那样正正经经做人。林平之就是个正正经经的人。我觉得你很好。谢谢你，依林师妹。还好有你在，要不然这荒郊野岭我身负重伤呢，早就让狼吃了。你不过让你耽误了行程，害得让你师父担心了。你救了我，我一直陪你，这是我应分的。你还真是心地善良。Thank you.
众位好友远道光临，乃是刘某脸上贴金，不胜感激，容我敬诸位一杯。兄弟，我今日金盆洗手，从今往后江湖上的是是非非我不再过问，我门下的弟子若想改到其他门派，我绝不阻拦。刘某请诸位到此，乃是想请大家做个见证。本人刘正峰蒙受恩师收录门下，未能将衡山派光大门楣，好在有莫师哥主持，多刘某一人不多，少刘某一人不少。从今往后江湖上的是是非非门派之争，我绝不过问。如若违背誓言，有如此晚。抓住岳不群一家三口，不怕他不现身。且慢。左盟主，你这是何意？刘师弟，本座今天恐怕不能让你金盆洗手。怎么回事啊？刘某今日退出武林，不再接受五岳剑派的管辖，还望左盟主成全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左盟主说了，不许金盆洗手，没听见吗？左师兄，就算你是五岳剑派的盟主，可你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吧？金盆洗手乃是你刘师弟的私事，左盟主，你此举大大不妥。诸位。稍安勿躁，今天左某并非是强人所难，我只是为了全天下的武林同道的安危而已。笑话，不知道我刘某今日退出武林，如何爱得了武林同道的安危？刘振峰，你勾结魔教，图谋不轨，这些事情我们大家都知道。你胡说八道，我什么时候勾结魔教了啊？魔教右使屈阳。你认识吗？刘师弟，刘师弟，屈大哥跟我是至交好友，我们二人只谈论音律，绝未做过危害武林同道人之事。你好糊涂啊！刘师弟，想必你也是被妖人蛊惑，本座今天就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要是能杀了屈阳，此事就一笔勾销。左盟主，屈大哥早已脱离了魔教，而且答应了刘某，绝不会再伤害武林同道人的性命。如今的他，已经跟魔教毫无半点瓜葛。况且，他是我的唯一知己，
我怎能害他？一日入魔教，终身为魔界妖人，定将格杀无论。有的，左盟主已经给了你改过自新的机会，别不识抬举。丁老二，有什么事冲我来！杀不杀许阳？我刘某绝不苟且偷生，加害于朋友。一个百变千幻，横山云雾十三式。好，左盟主，在下无意与嵩山派为敌，还望高抬贵手。不要辜负了本座对你的一片好心，我的刘师弟。左盟主，我愿远赴西域，不再踏进中原一步。刘正风。夫人，夫人，嗯，识相的话，把我丁师兄给放了。放开我！费斌，你还是不是人？正风，你快走，不要管我。你很难过是吧？我叫你放了我丁师兄。胁迫妇孺威逼他人是正派所为吗？非常时期就用非常手段，本座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这群伪君子，满口仁义道德，却连妇人都不放过。待会儿药性发作，定将嵩山畔的禽兽碎尸万段。刘贤弟，为朋友两肋插刀，的确是我辈所为。可那姓屈的笑里藏刀，投你所好，显然是阴险的小人呐。岳掌门所言极是，刘师兄，还望三思啊！我的刘师弟，一定要逼我出手，为五岳剑派清理门户吗？恶贼！你们这帮恶贼！你们五岳剑派！魔教还要狠毒千倍啊！闭嘴！你，刘贤弟，若你不便出手，岳母愿替你料理了屈阳。岳师兄，你的好意，在下心领了。屈大哥信心高洁，他有光风霁月的襟怀，况且他已经退出魔教，我二人相约隐居山林，不再过问世事了。无论是否退出，终身罪孽缠身，你与之勾结，就是勾结妖邪，不被武林正道所容。你冥顽不灵，别怪我们无情了。来，哎。大年，大年，振风，你一定要以义气为重，万万不要为了我背上卖友求荣、贪生怕死的罪名。夫人，夫人，畜生！莫大先生，包庇刘正风，想跟五岳联盟作对吗？啊！
人。夫人。酒里下毒。